来我们的柜台在这边啊，大家可以来买船票啊，天龙船啊，我们有一套呢，楚王大二弟的这个军粮，柴米油盐酱醋茶啊，每一套呢是28元，有包括一张船票啊，给你们写上的名字，在楚王大二弟的神权来许个愿。9月初9恭送楚王大二弟回銮啊，这十艘的消灾法船会送海中啊，焚化掉啊，就是烧掉的意思，象征呢啊，象征呢楚王大二弟为你们消灾消难。给你们啊身体健康啊，元神光彩，贵人扶持，给你们添福添寿。来，那么你们也可以为你们的亲戚朋友们呢 单单买这个船票啊，是随缘啊，你要写多少都可以啊。我们的龙南店啊，一直以来呢也买这个船票啊，都是随缘啊。那么你们要供养一份呢，这个楚王大二弟的军粮啊，给楚王爷的将领们。船夫们啊，这个军粮每一份呢是28元啊，这是供养军粮呢，象征呢给你们一家大小供应主食啊，大家身体健康啊，事业兴旺啊，一路高升啊。每一套呢，这个九文军粮呢是28元。来，那么大家点灯的话呢？有这个光明灯啊，我们九王大二弟的陪同也是光明灯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吉祥如意光明灯啊，还有呢，可以为你们开始啊，点这个文昌啊，这个光明灯啊，以及智圣雄啊，智圣先师孔子啊，孔子的这个光明灯啊，点灯呢，一年呢是50费啊，50块啊，点灯费呢是50元，为期一年啊，为期一年的日期呢，就是从你吉日。到你那天的日期算起，啊，一直到明年的今天，啊，那么呢，大家也可以来柜台这边啊，有个吉言品，有楚王爷的金寿龟，啊，金寿龟代表长寿的意思，啊，给你们金银财宝满载而归。来，大哥算一下，赶紧垫一下。啊，今天呢星期二，啊，明天就是星期三，啊，有这个拿票旗哈，我每一只金寿龟呢。阿姐都有一个lucky number的，阿玲经济注啊，诶，记住你看一眼，啊，好的命，你别丢留下。啊，那这个好，阿你好，阳明楼搞个蛇山馆，那就不用光有乐，啊，好的发财是给乐，你来大姐这家是不给啊，你来大哥我好简单，你阿你有搞个蛇山馆，啊，有搞个蛇山馆，然后找西藏。
Gracias.